义无反顾拼一次。哦，原来是要用台语念。拼一次。哦，对，把国家还给你，把房子买给我。哎、哦欸，可以做房地产的房。欸、阿伯说。哦，蓝绿的都很多问题哦，蓝绿的问题多很多、哦、很多很多、啊。这个阿北真的是想太多。哦，我想是这样的啦，哦，捐给阿苗绝对不会有问题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啊、哦，他这个不是便当吃的很快，他是不吃便当。你不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很励志吗？很励志吗？嗯、非常励志啊！一个台大医院本来在地下室的医生，嗯，经过了离开医院重振十年之后，现在呢已经坐拥三宅一生，哦哦，甚至进阶到世间情，哇！啊，就是、会不会哪一天有告五人的状况？哦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个吴征的官司结果还没有出来啊。啊，这个柯文哲有告他，啊、那看柯文哲最后要告几人？你知道这个速度已经快到啊。周更的话是跟不上的、欸、对，我们上礼拜还没有 update 到这个佩奇看房记。请阿苗以科学家的身份爆雷一下柯莱尔八点档的剧情，特别是金华城的部分，感觉柯党现在到处放火，想转移大家对金华城的关注。那纸包不住火了、哦哦、就是说做金华城的部分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剪掉嘛。啊，到最后如果剪掉把他约谈的话，那他可能就会说，哦，这个都是政治追杀、政治的迫害。哇，这么晚听到这声音，我有点是。我们基本上柯市长那个公文上面是盖的是你的印章啊？不，盖的是我的章啊，可是我不一定知道细节嘛。主席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细节，但你却盖了这个章？不，就是这样嘛，政治嘛。哦，就是说我们负责盖章嘛，啊，但有的时候那很多细节我不清楚啊，那都说交给他们去做的时候啊，那他们下面那些人在做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贪污来自纵容啊，哈，你的长官怎么可能不知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不知情，哎，柯文哲就北七、八七嘛，嗯，那如果小草也是八七，你知道加起来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一七四。哦，会不会有小草觉得，哎呀，我们阿贝没有人说不行啊？对啊，越选越富贵，错了吗？阿贝有钱没有错，没有错，阿贝真的有钱哈。Pinky，Pinky， 好，有三种口味。Pinky，Pinky，Pinky， 三种口味。所以 Peggy 也有三种好资产，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嗯，公寓、豪宅跟办公室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大家不要开一间会计师事务所。哦，他的可以啊，怪不得他会一间一间买，因为他是安德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韩氏巨花。他要开太多公司了吧？这格局有够大的，太厉害了，果然是人心人数啊！因为我都叫他柯总裁。木可。Elephant 多钱哦，木可 Elephant 多钱，哇，好厉害！ 哇台湾人真的是不要太超过。木可，你不可170元了，感觉可以下班了。